来收看《台湾新客播》。本节目是由中华邮政公司全程赞助播出，谢谢，谢谢，感谢台中局的副局长啊，这是那邮政总局的啊，总局长的夫人，这是总局邮政总局局长的儿子，本人是邮差，邮局是你家开的，哇塞哇塞，你不做邮差，你喜欢弄村弄林对吧？邮差总按两次门，知道吗？邮差第一次按门是看老公有没有出去，第二次按门，第二次我来了，哎，这做出名啊！再看到就等一下，邮差总按两次。对啊，我知道。这个大概五六十年前的一部西洋电影。五六十年前哦。五六十年，这么久了。啊，你我还没出席耶，我三个都还没出席耶。你们 Google 看看，这个电影应该，你们有没有听过有一部电影叫《屋顶上的提琴手》？有。哦，肩膀都过了。啊，够罗密欧与朱丽叶那个《乱世佳人》有没有？《乱世佳人》我都还没出席。今天吗？飘嘛，就是那个专那个飘啊飘，飘是一本书啦，这是在描写乱世佳人。哦，安尼哦。哦，现在这些故事，其实哦，西洋有西洋的文学啦，我们这个中华文化，台湾嘛，我属于台湾的文学啊。当然有啊。而且每一个民族都有属于他们各自的一个文化的传承。对，没错。就讲咱今日来这位来宾，伊嘛文化传承，伊是原住民啊。哦，原住民。对对对。但是其他个啦，这里。就位啊！啊，要来来宾介绍进行先介绍咱的大力大乐队。啊，不然赶快不来哈！不然呐，钱较好伊就去别位赚啦。啊对啦，文雄这边话较少啦。嘿，那就是一定爱安尼嘛，人往高处爬，水往低处流。我们从来都必须要认知这件事情啊。比如说这个人，他这一次没有办法来接你的活动啊，因为他有其他的事情。是啊，伊其他事情一定是比这边较重要。对嘛。啊，无就比这较侪钱。对，啊你所以你爱我甲顾好嘛，我若白大家讲钱比你较侪，我嘛是紧来走啊，对不？什么都不使甲你顶高机啊，对不？我甲秀慧是不是讲钱？讲到钱了，硬伤感情，就是讲钱。我的人是看钱无当，爱是看钱。哦，敢若性命。从来不把钱当钱看，对，他把病人当命看，把钱当命看，没错没错。不过是这样啊，就是人是人生海海，有当时啊，嘛钱是身外之物啦，对啦。但是你有当人干，无钱嘛别用啊，是啊。但是有钱不一定万能，那没有钱万万不能。所以你若白带要找我，会用的吼，0800。会啦，会使啦，今天啦可以，时间上啦跳出来。0800就无用，就无用。0800950950。这重点就是，八台若要叫你去主持，你就甲应。我应。你看你应拜鬼。拜鬼。我你讲卖。那么拜神，那么拜鬼。不啦，唔是我讲，咱即摆落拜五嘛。哦，卖强碰就好。拜五我就甲收一点。是你人主逼啦。啊，不啦，咱该礼拜，啊啦，我若要搁请礼拜，我该拜啦。反正我就要该主持的掉，无你就袂使的掉。对对对。有你安尼搞，我爱用吼，来，感谢。我一下笑。我这世人安尼都真正。我爱用这。爱用。爱用。感谢。但是佫唔爱用。把人得用，哎，八年多用啊，你跟你讲啊，八年啦，哎，胡瓜啊，问讲啊，你家白银啊，无啦，我叫华安呢，伊要礼拜我拢买互礼拜，无亏啦，有门锁嘞，I'm sorry， 嗯，人无人敢问我家讲啊，要矜持，对不对？你这人，我你免甲套话，伊拢家讲，因为老古老样。就要背你啊！背你，真的背你啦！你都改时间，剩下是这样。我别讲。最好去拜个相。最好去拜个相，再爱想一个呢。哎呦！因为背你真的啊。到底什么人？我若想到，我再跟你讲。啊嘞，下背头啊！我怎么觉得刚才一点要讲出来了？好恐怖啊！因为人哦太追啦，太追，你们进因为就追啦。搞过来。没啦，我都想不啥，一开始什么人？一起码已经有对象啊！一些形态都没出来。不。但系等落个一半就讲啊，我想到。不安尼啊，龙岩。我来想到随时跟你讲啦，对，随时插播啦，好吧？最新快报。哎呀，因为哎名啦不方便讲，你莫讲工作。哎，我工作慢慢紧啦，哎，慢紧，那你拢有拿钱啊？免惊。啊，哎，家己好朋友哈，来来，你介绍这部哈，阿叔介绍过未？介绍过啊。你看，你叫你母子两个，比起像你刚要的给你，无啦，因为无代无志，讲到敏感的话题咧，我算唔知咩讲，来介绍几位啦，因豪记唱片的歌手吼，咱们宣传拢有来过一轮啦。
啊，过来耍去啊！因为咱啊，这电台上咱这部那个华特唱片，咱的柯英高柯董事长啊，对这歌手非常的照顾，真的啊，这个拢一旦栽培新人，嘿，哦，给新人机会。啊，当然，今仔这时候就伊这唔是新人啊，这嘛已经出道十几年啊，十几年啊，伊这个出道时阵就足青的，伊歌好啊，轰动全台湾，好刷歌牛，好刷歌牛哈，所以啊，这个、今年又个啊，啊，这个发行伊的新的这个作品，嗯、是啊，这个、歌名吼、哦，真特别奇怪的，啊，这个、名一条，安那，古井咪咪，咪咪古井，古井也咪咪，咪咪也古井，古井又咪咪，咪咪又古井。是讲无名人较好啊？对啊，无名是这拢无名好啊。好，等下甲问啦，好不好？这条歌叫做《古井又咪咪》，破声欢迎后山姑娘方千玉。掌声欢迎咱的后山姑娘方千玉，又见面又见面了，谢谢。小安静，加表门啊，哎，保密房顶，对，安全。江哥好，各位姐好，子君好，刘静好，你好。咱所有这里电视机头前，这里大力电视的好朋友，大家好。又来了，方千玉啊！这条歌吼，叫做《古井又咪咪》。对，又咪咪，对。真特别啊！我拄仔咧准备听吼，伊内底也有一挂古井也咪咪的编曲。嗯嗯。嘛有一挂咪咪古井迄种感觉。嗯。啊，过来，伊内底唱歌的方式，足侪拢是秀兰玛雅。有一点 RMB。哎，秀兰玛雅的唱法。嗯。你秀兰玛雅嘛，森林公司的嘛，对吧？对。所以，这首歌。
可能是我感觉反正是虽然妈呀无敬着，叫你敬着啦。没有啦，因为这是您头家。这时候那是老板，那时候我在进华特的第一张专辑，然后那时候主打歌，那时候老板就想说，哎，就是让我多尝试一些曲风啊，不同的曲风。对对对，然后他想说，哎，跳脱一下，就是原住民的这个风格，然后其实就是有一点点。其实那时候在听 demo 的时候，其实没有啦，我想说这首歌有一点比较新台语的感觉，就加一点点这种风格进去这样。这首歌相信观众朋友都在听的时候嘛，跟我刚刚有同样的感觉。对，那个声线，有点秀兰玛雅的味道，对，有几句啦，对，有一些。其实那时候，发这首歌的时候，在留言上面也会有人这样讲，可是其实那时候没有那个想法啦，就是大家觉得好像有一些些的那个，但是可能不是刻意的，对，因为到那个地方真情流露。啊，但是这咱你看，咱都要讲遐歌，古情迷迷，古情呀迷迷迷迷，古情啥？好的，这四字吼，就古情迷迷，变来变去，变成换黄安尼。啊，就主要是。主要是小歌变动一下吼，因为无同款的调性，啊意境拢同款，因为吼，旧爱还是最美嘛。对呀。为什么呀？你有当你的人生当中，你的爱情的过程内底，总是有一半段让你较刻骨铭心嘛。对啊。会有有这种。这爱情水就水在无结局啦，因为无结局，你才一直在想嘛。对啦。对吧？啊，但是就是讲，有时阵遗憾也是一种美。遗憾。你要去享受那种遗憾的美。哦。你才不会去做不对的事情。哦，有时候像现在男女之间，不要说离婚了，啊，分手是宿雄的嘛。对啊，那个假庆丰呢？刚有人讲，人跟人爱两个做一世人，尽量把好的留起来。对，啊，你我下一条歌哦，快乐的魂来。好吧，下一位会更好啊。对啊，我下一首歌都快乐的魂来，我下来讲哦，魂呢吼甜蜜半点啊拢无存。对啦，因为你若一直藏那个魂。啊你也你也跟你看咱嘛相爱啊，你两个嘛是有意爱，两个意爱在做伙，啊做因为某一件代志，啊两个人无感情啊，啊无感情，互相祝福嘛，太就要用恨呢，对不对？用恨用恨就不好，对对，所以用恨，哎，用恨的对吧？用恨，那冇白讲，是吧？以前的时代较好，以前的时代是啥？三妻四妾。哎，那就是算讲大家拢安尼嘛。我之前捌讲过宋朝的故事。宋朝，宋朝这个朝代吼，因的这个文官吼，无爱钱，啊，武官不爱命。哎，文官不爱钱，武官不爱命。啊，是啥物事？因的国家的税收啊，迄阵啊，一年啊，伫个宋仁宗的时代，一年的税收是1,600,000+的白银呐。白银呐。我安尼讲，你唔知因偌好个。唐太宗、唐玄宗那个贞观之治的时候，差不多收8,000+尔，伊收1,600,000+呐。哦。伊的税收啦。所以迄钱，迄当时宋朝的钱啊，连非洲都通好用啦。啊。就像即卖美金同款啦，就是强势货币的。嗯。足好个，迄个年代宋朝的人拢是带三妻四妾。哎呀。因的军队啊，比方兵啊20,000人。嗯。啊，若要移防，要对即关要刷去迄关就对啦。移防的人差不多20,000呐。啊，兵啊20,000尔，伊用20,000，因为一个兵拢娶几下某，哦，啊，佮厝内底有佮家庭，佮有祖干啊，所以若变若军队移动，即输啊，1,680要换2,340要移防，哇，20,000+个兵当，嗯，啊，所以迄个时阵，迄时阵哦，大家拢讲加油，安尼，拢个国家有钱，大家拢有钱啊，所以就生活拢安定，啊嘛袂去计较的。嘛，袂计较送加油一摆，对吧？酒量偏啊，久久都袂。哎，好朋友，好朋友，酒酒讲加油啊。对啦，所以安尼讲正确也无唔对啦。对啦，我的意思讲以前的人啊，那比如讲红晒30岁，还袂娶第二个，好，做大伯的人，嗯，做大伯的人都爱讲吼，阿老爷，娶妻，你30万的，嗯，你若佫唔娶第二个，隔壁人就讲我唔捌代志。哦，讲我这大伯无良啊。真的啊，哎。老爷，你怎啊？啊，提毛巾提出来跑。不是，老爷，这时候你冇应好呢。老爷，你怎啊讲？啊，38啊，讲起来，我你无用，卖吵。哎呀，你讲。哦，啊，这时候过过不了久，泡茶来时，老爷，我跟你讲真的啦，你冇啊，你安尼和我拍照啦。啊，好啦好啦，现在你去安排就好啦。哦。就大伯伊啊。大伯爱去安排。嗯。啊，以前的大伯是伊拢做好个，伊拢去安排啊。对啊。所以你爱学一下，知无？你要叫他安排什么？那要娶细姨啦，俺那要娶细姨啦。安排。你变那娶细姨是查某。无啦，我讲做大伯啦。伊是做大伯的啦，俺那要娶细姨先。安排啦，伊家己去见到啦。全宇爱安排，安尼有听有啦哈。做家己较自在。好啦，来听歌啦，来
多精彩哈！是。金海这首歌是那个八点档的片头曲，哦，其实柯董嘛真感慨啦，要每一个片头，拢一天拢上班的，一天拢两三班，一天好几万呢。人家是以秒计费，对，真的就是以秒计费。好像片头要5-6万，片头更贵哦。对，啊，如果是什么金曲 MV， 一天两班啊，偌济安尼哦。啊，你播一个月就60万呢啊。哦，拄只这首《多情爱》这专辑哦，迄当时是宜兰的海边啊。对，拍 MV 的，拍 MV 哦，你袂当定定伫啊，你爱刷位啊，对啊，因为宜兰那边较无沙，较无像讲咱西部这边有一些沙滩哦，宜兰那边啊拢沿岸呐，对，拢石头啊，很多啊，跳来跳，岩石啊，啊，哎呀，拄好一个萧高燕来哇，哇，尬起呢，哇，风国 A 喏，那个，所以他其实他哦对大海，嗯，又爱又恨，怎么了吗？因为他是阿美族啊，阿美族是台湾这个16个原住民族里面的，啊，除了兰屿的达悟族以外，阿美族是会捕鱼的，对，伊是挖海，真侪阿美族的这个长辈啊，拢直接把囡仔带在海，哦，
哦，有烟吗？是我小时候啦，对啊，不是你很多的，就是对啊，都会吃，直接丢到大海里面去啊，就是那这样比较快、啊，当做训练训练啊，很危险吗？我就是有这样子啊，就被丢下去了，然后那时候其实还蛮怕的，嗯，他说会不会就一真的是吃了蛮多水的，然后说浪其实他一直这样子滚，他说这我想说我是不是要死掉了，然后就大人又把你这样捞起来那样、啊，要让他学游泳啊。对，就像这一次，你知道我上礼拜带小朋友去日月潭玩，嗯，我女儿跟儿子公园被升独木舟了，哦，独木舟那个划桨，独木舟小小的嘛，对，然后他们就从岸边，然后就过准那水，你知道，过准那水离岸大概有100公尺的哦，因为他们有划蛮远的哦，因为两个小朋友嘛，那个桨看起来好像不太会用。然后我老婆就在旁边，不要了，叫他们回来了。我啊，在旁边呢，打电话了。我岸边，岸边靠两万找一下，第一次没有接，你快点打了，这样很可怕，很危险呐，我心脏快要受不了了。玩破了皮啊，不要卡通啊，我女儿，我妈妈叫你们赶快回来，滑回来，掉头回来。好了好了好了，嗯，就不干等，看到过等啊，嗯，过等啊。你们刚刚在干什么？好可怕哦！一个翻船的、啊，我们没有，我们玩得很高兴啊。你为什么一直在岸边这样子叫我们？我以为你在跟我们挥手。然后越滑越远，越滑越起劲，有没有？你既然讲啊，一定要去教育者。对了，然后这情形你也沉落去，不要慌，卖乌白杯水。你愈背，你愈无力，愈喘，你愈食得水。所以用水母漂。对了，你甲抱腿，都不要动，你的身体自然就会浮上来。浮上来是慢慢的呼吸，等到你气不喘，再慢慢的游回去。如果用游到，必然游泳啊。那一样的对了，健将你们，哇帅气的你看觉，不一样的，好啦，讲一下方全玉啦哈，哎，你也加不是台湾比赛，你终于想到了哟，新歌这招别探狗，对，你看我招别咖啡，你有练探狗？哎呀，就是为了这首歌有特别去练习一下，请老师教的吗？那是导演，他说，哎，千羽丽也会跳探狗，我说导演，你的探狗是要怎么跳？要如果 slow， 他就说 slow， 可能要稍微设计一下，然后特别去学，因为我没有跳过探狗啊，没有学过国标啊，然后也是在拍 MV 的前一两天才开始练的。听说跳探狗在外面拍啊？对啊，探狗一般在室内啊，对啊，在室内没拍比较寒流，请沙请到就。有底下跳探狗，而且轰！那天真的是寒流，真的太冷了。可是那个地不平，跳探狗也很难跳。对啊，本来是说要穿高跟鞋，我说导演可能有点难呢。对啊，高跟鞋踩到沙子里面怎么跳？然后他说把它脱掉啊，然后他说那样子画面很优美。可是真的冷死，你知道我的那个男主角，我们是当天才碰到面，我们都还没有培养感情。他那天吹到他流鼻涕啊，流眼泪啊，你看有多冷？对啊，太冷了。可怜哈。对，听说下半身还被海水泡湿。对，导演说再靠近海一点，靠近海一点。然后我想说，所有的那个摄影师，所有的人都包得这么紧，还有暖暖包，我们超单薄的，太冷了，我差点被风吹走。太瘦。对啊，太冷了。阿哥，我听讲哦，无够长啊，比赛。无够长，无够长。我假心脏哦。哦。对。讲那个舞蹈老师啊，身高啦，他无够长，因为伊度嘛。哦。对啦。啊，叫一个舞蹈老师来，不必较管你啦，穿高跟鞋。那时候是那个舞蹈老师发现，他说：“哎，千羽你好像很高哦。”我说：“对啊。”他说：“啊，那不行，那我的舞蹈那个帮我男伴要换。”那天一直找到拍摄的前一天才找，好不容易找到。哦，对，找到够长的，真的身高够高啦，够高啦。然后你这对专辑是跟酒有关的，酒是咱的朋友，对，酒是杂的朋友。是，为什么你跟酒有这么多渊源？因为讲你袂啉酒啊，就刚好老板挑的歌啊。哦，对，我觉得也延续上一张专辑的那个啦，《黄衣干杯》啦。哦，对，诶，顶一张是《黄衣干杯》嘛，啊，另外一杯是酒是咱的朋友。听讲这拍 MV 的时，伊拍 MV 的时候，我说特别的吼，因为海边啊寒流，啊，这个叫日本人开的居酒屋啊。对啊，特别到了一个。那个
日式的居酒屋去那边做拍摄。认识的朋友还是怎么样？不是我认识的啦，应该是导演找的。对，他去找那个不用钱的，就对了。对，不用钱，但是老板真的蛮帅的。哦，对，好。然后这瓜来，这个加这个日本部落，哎，有特别哦，就是有老师设计。他今天说要来教我们跳舞，是这样子吗？好啊，那我去端喝酒舞是吧？他就是有一段就是那个副歌比较洗脑，然后就是有点划酒拳的感觉。哦，来来来，对，来一下。他就酒杯嘛，那要我跟他一起来吗？秀慧姐一起来。来，怎么跳？那就是这酒杯嘛，对。然后副歌啊 ，sake 哟 sake， 你跟他猜拳，你输了。啊 ，sake 哟 sake， 是咱的朋友。好，剪到时候不嘛？那我们就是有三个动作，一个是这样子跳，这样子跳，然后一个是这样子，好。男生交叉蹲跳，这巴拉看好，巴拉你看在野球拳哦，对对，然后你的动作如果有不一样，或是一样的话，你就输了，对，对，就是很可爱的一个俏皮的动作。我看男生女生配艺术，对对对对对对，来啦，那边有，心情那悲伤，就大声歌来唱，手厝悲伤的无奈加忧愁，手厝人看不出的心，就他就这样打开，就是日本的动作。哦，日本舞也不哎，别拍款呢，还不错，就是这样，哎，是哦，是哦。然后你们刚刚不是有西亚哇塞吗？对，就是西亚哇塞，哦，西亚，哎，也是可以比爱心，或者比个爱心都可以。然后他诺西米，西亚哇塞，他诺西米，然后烧酒嘛哈，烧酒就是咱的朋友。对，这首歌还蛮好听的，对对对，轻松，它就是很可爱的一首歌曲，咚咚咚咚咚，男生女生都可以一起来，来来来，来听你唱啦，听你袂过瘾，唱几首的啦，好不好？来，就是咱的朋友，还是在学一下，学一下 MV 啊。放车跳。已经也有几个手，嘛不知何时开始变成好朋友。生活像一出舞台戏，有时欢喜，有时心烦忧。谈天也心情轻松，互相来加油。美丽的青春不通随便搁停留，找一盘卤味配美酒，将过去不如意来放手。啊，撒克哟，撒克是咱的朋友。心情若袂爽，就大声歌来唱。手厝悲伤的无奈加忧愁，手厝人看袂着的成就。啊，撒克哟，撒克是咱的朋友。心情若有刺，就大声歌来唱。手厝欢喜的自信加优秀，手厝咱心内面的。已经也有几个手，嘛不知何时开始变成好朋友。生活像一出舞台戏，有时欢喜，有时心烦忧。谈天也心情轻松，互相来加油。美丽的青春不通随便搁停留，找一盘卤味配美酒，将过去不如意来放手。啊，撒克哟，撒克是咱的朋友。心情若袂爽，就大声歌来唱。手厝悲伤的无奈加忧愁，手厝人看袂着的成就。啊，撒克哟，撒克是咱的朋友。心情若有刺，就大声歌来唱。手厝欢喜的自信加优秀，手厝咱心内面的。Oh
讲的无奈甲忧愁，愁厝人看袂着的成就。啊，撒客哟，撒客是咱的朋友，心情若有事，就大声歌来唱，唱出欢喜的自信甲忧愁，唱出咱心内面的舞蹈。是啊，我说楽しい，幸せ楽しい，小酒就是咱的朋友。好听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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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而且你看，你还带舞者来，对啊，就是希望大家可以听到这首歌，然后可以一起跳舞，然后可以找朋友一起来跳这样子。对，而且这个你可以在朋友聚会里面可以好，对啊，对啊，因为我觉得那个动作还蛮好。Sake 啊 ，Sake 是咱的朋友哦，对，它一个节奏感，又可以猜拳，对，那我觉得可以玩三战两胜的，输的就喝一杯，输的就喝一杯，也蛮好的哈。好了。在听完比较轻松的歌之后，就聊一聊比较稍微有一点点沉重的话题，可以啦。沉重也可以聊啊，要多沉重？哎呀，有什么东西好沉重？听说你是爱哭鬼啊，就比较容易感性啊，就是可能看个电影啊，或是在路上看到就是老夫老妻啊，或者是在有些很温馨的画面，就会比较容易就流眼泪。如果秀慧姐现在哭，我也会。不自觉就会跟着哭，这样感伤，常常看到人家哭就想哭了。他超会的，子君嘛，做搞子君人家追短好了。但是我是觉得人生还是要有些事还是要学的，学会坚强，学会跟自己和解，对，然后学会接受我们身边的一些无常的人事物，这是学习啊，就是说。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，没错。像我对，像我在经营公司，我的理念想法都是觉得说，这些人是跟我有缘的人，对，跟我一起合作，跟我一起工作。那有一天可能这份缘分刚没有了，要尽了，那或者说也许他有更好的发展了。是我们不能阻挠人家，有人家的选择，所以我都会用最欢喜的心去祝福，就好，对，没错。卖劳的怨念，对，劳怨念对任何人都没有好处，真的。对啊，你万叹一人，万叹一世人。哦，你家己嘛未快乐。你敢知我兄弟啊，规世人无讲话，厝边啊，规世人无往来。啊，咱所以我，因为我袂当替恁左右任何恁的想法，我只是给恁让恁建议讲，恁好歹嘛是人讲手足嘛，手足之情吼。啊，甚至于讲厝边啊，为着一个停车，为着一个。花盆为了这上面，然后来玩家小玩，玩家卡袂对，安尼师傅照过安尼。对啊，两个以为是厝边啊，对啊，大家报警，无咪可能。安尼你听完我这话了，你明仔去菜市啊选呐，哎，看到人家两个袂歹食，买点鸡卵糕起来，哎，李太太，哎，新来，袂歹食，食。完后，你讲，伊会惊到呢，伊会惊到，但伊会惊到时，伊咪去思考，啊，你啊好嘴一句嘛，我歹势，对啦，何必多操气啦？哎，你来论论我，我较早就较袂晓想，哦，所以迄阵哦，啊，定甲恁占着恁的所在，我即摆我就感觉人世对不住啦，有时阵想过了刻意，咱会惊讲。人会就是讲，那就讲啊，你即马可能袂歹啊啦，你即马呐，所以吼，我们会担心想太多啦。对啦，做就对了，不要想太多。不过我是觉得说，因为就可能每一个时段，有阵一个时间无同款的，人事物的这条人事物的相处。时机点。啊，既然时机点过了，没有相处，就算了。啊，如果再有机会，我一定会讲。一定要做到。如果再有机会碰到面，然后怎么样，我就会把这些啊，就把这个化解掉。不要留下遗憾。你当卖老兄的遗憾，是，对吧？你像爸爸走了，阿公也走了，对啊，对不对？对你最身边对你最好的两个男人。因为其实我因为我单亲嘛，可是小时候因为我没有看过我爸爸，所以阿公从到生下来到现在不知道你爸爸长相，我没看过，有看过一次，可是你知道他是谁，看到了，其实他过得很好，但是他走的时候，因为我的爸爸他是老大，他下面有六个弟弟，所以
阿妈其实生了七个小孩，那时候他走的时候会跟我讲说，哎，你要不要来去看你爸爸？已经走了，但是他最后一程我没有办法送他。嗯，为什么？其实我很想去啊，但是因为他其实有已经有婚姻了。哦哦，不方便。对，因为其实不想打扰人家。就是我没看过，有一次碰到面看到他，哎，我就觉得说很好。但是我看到他的时候，我没有讲那句就是哎爸爸。从来没有叫出口，我就放在心里头。但是其实，是，所以你这一辈子没有叫过一个人爸爸？没有，对。所以阿公很从小很疼我。那他走的时候，我就想让他可以好好的走。所以为了不要让他们吵架，他就觉得说：“你不要回来好了，就是回来他们会吵嘛。”嗯，对他们曾经有讲过，就是我爸爸跟妈妈有约定过，说就是，就是不要跟我们有任何联系，这样子。对，其实台湾社会哦，像即马即款状况足济吼，讲离婚、再婚，佮有另外一个家庭，像即款状况是足济。我感觉大家心胸爱放我开。对啊，当然有人伊不爱啦。恁囝、阮囝怕咱囝。对啦，对啊。还是较特殊啦。都，你也有囡仔，伊也有囡仔，啊，你以前讲较歹听，哦，那对舅后诶啦，啊，两个佮结婚都生囡仔，所以变成就会家庭里面血缘关系就比较复杂。那问题是？你要想这件事情嘛，那是一种缘分嘛，嗯，对不对？两个失婚的人能够再相处，好，他们可能以前是各自的两对怨偶，那现在变成了一对佳偶，然后你们又有自己的家庭，对，那只是说教育很重要了，教育啦，教育最重要。那你囡仔要哪会教育讲这是不不讲黑人，但是吼，因为伊是妈妈，这是。叫阿姨也好，叫妈妈也好，爱互因知影这个关系的状况。安尼的话吼，囡仔阿伯吼，较会珍惜。啊，其实毛作者，毛作者无迄个感情足好诶，有啊，情感像亲姊妹啊同款吼。所以，所以特别听伊唱这首《风轻轻吹》，会当唱无 ？OK 吗？可以。啊，好，加油加油加油！来，风轻轻吹。
轻轻吹，将我的泪来吹落地，爱放风吹，是到底谁人的问题？风轻轻吹，将我青春换不回，吹落地换不回。新的歌啦，对 ，On King King， 就是啊，一个话题，然后接一首歌哈，会让观众在看到也比较容易进入到那个情绪的。对，不过他这次专辑里面有一首比较高难度的。哦，对啊，就是在收歌的时候，那时候老板讲说，其实这首歌他其实收录已经蛮久了，对，然后他就跟我讲说，我觉得你现在这时候去唱，应该可以去驾驭他这样子。因为我刚刚开场的时候，他唱那个《古井有秘密》的时候，你在对话的时候，我就听一个文昌老师讲，要比原曲个升半曲。哦，还要再升呐？对，我就觉得说，他可能喜欢挑战自己，对，他觉得这个音域比较能够传达出那个歌的感觉哈，所以这首新歌《只想要爱你》是收在《就是咱的朋友》专辑里面这样子。这一首歌 KTV 有收吗？啊，有，都有。前四首有在前四首里面，都在前五首。前五首里面哈，对对对。因为有时候哈，像我有一些歌就很遗憾，有遗憾的，因为那时候人。版权公司啊，就你一首尔，人收一首都无啥问题。我有十首，伊无可能十首拢互你钱。我做希望讲未来啦，台湾这个歌唱的这个社会吼，是会当更加开放，大家心胸更加开放者吼。大家唱歌啦，去外快乐咧。对啊，你当然尊重创作，尊重版权合约，拿合理的钱。好，这些版权，好，这些创作者，好，因为当生活不会创作，一定要的嘛。啊，但是也不能狮子大开口。对，但是不要说啊，这卡袂掉了，要偌济都偌济。有啊。这样吼，大家希望台湾音乐社会当愈来愈和谐。是。这首歌是廖伟志老师写。对，第一次唱到他的作品，但他的作品其实也写蛮多歌的。就这。他很多啊，像这边都是《天花》。对。张亚文老师那个。对，很多很多很多。他《锦鸣沙当》啦，哈，哎，张秀清他们《春花望露水》啦。啊，上帝上到家，很多歌，对他的歌词其实还蛮广，写的歌词的种类也很多。因为他就是一个市场型的创作者，对，一下歌啦，加市场啦，有那像今嘛石国文老师下吼，加市场，所以音乐人是这样，音乐人他是很有能力去驾驭这些音乐物件，用这个和弦到那个和弦到那个和弦，用什么款的字？比如讲，我捌听过徐佳良老师甲我讲过，迄个黄以玲在录迄个《爱到才知疼》这首歌的时阵，迄个时阵，诶，黄以玲她正在转型，她不想要唱那么哭腔，伊想要唱像江蕙安尼吼，她自然派的，自然。啊，结果这条歌入去录音室，徐佳良老师讲，啊，咱录拢录袂好啊，因为黄以玲伊想要安尼，伊想要，哎。
爱着你心惊惊，想着你心惊惊，我只要哒哒哒。他想要这样唱，伊想要来轻轻啊唱。徐佳莹说：“我们现在三拍的歌，你就是哎，要有比较有那个，你要有重音嘛，对吧？你不重音，你爱唱都袂好听。啊，结果到落尾唱，你即摆听黄义凌的版本，伊就爱着你心惊惊，想着你心惊惊，我是我无法度将感情收煞。”啊，就是这个重点，就是伫咧这个所在呢。所以有时候。音乐人他们很厉害，就是说他们知道你喜欢，你跟他讲欧叔就是怪女，我说做啊，那一步也写不出来呢，写不出来，互挂呀，我，即阵风吹过来，即阵风吹过去，爱你，迄阵写歌词的人写给伊吼，写几拍，你我不要写呢，然后你看当甲切做三字三字，安尼我就知咩写，你讲，哎哥，不管你即阵风吹过来，即阵风吹过去，爱你。这气鼓拢杀鸡杀鸡哦，就可以放进去，哎，对吧？所以你下惯了是安尼吼。不过哦，很有学问的。听说这个歌曲里面还把诗人的诗写进去，诗人哦。这个我们台湾有一个很有名的新诗的作者叫席慕容。席慕容，你来听下一句讲如何和你拄着我？在我上美丽的时阵，为这我一定伫佛前求了五百年。要求是要怪哦。求伊，和咱结一段姻缘。你台语吧？国语啊，国语。这国语，它就是其实这个诗，它是一个国语的，就是之前不是有一首国语歌吗？哦，它是对应啦。对对对。对应他的歌里面的这一段，虽然是啊，这虽然是无结局的爱，我心内嘛万切甲执着。要跟你一生有爱过，对，虽然是无结局，上无我有爱过啦，对，伊都有一拜就好啊，有一拜，伊个人我未要求改变，一拜就好啊，一拜你啊，好款待啦，感觉也好，一拜记起来，对啦，啊，感觉无好，甲放后边，暂时的美好，哎呀，上一拜你也唔知要记对一拜，哎对啊，哎，每一拜感觉拢无同，真嗨，对，真，哈哈哈哈哈，啊，他这个歌曲的情感是席慕容老师的一棵开花的树。开花的树，树啊，哪会开花？其实树啊是会开花啊。啊，讲什么树吧？对啊，啊不，桂花树会开桂花啊。卡萨讲嘿，你若要爱我家里哦，地位哦，铁树会开花，铁树嘛开花啊，树本来嘛是啊，对吧？啊，但是有一种花是开足地啊，青花。哦，青花。青树青花无一面。青花就是啊，暗时啊开一下，啊头上就。哎，我不伫遐等青花开，开完哎半暝啊无困，你半拢半暝啊开吧。啊，你怎么等？等下你等，慢，这很漂亮哎，慢，就开完之后，那就慢。哦，一瞬间，你蛮做不了。我只是想说，我下面也就天灰灰灰灰，哦，原来就是这样子，我们要求证嘛。对的，嗯，观察波浪，赶快嘛，查波哦，你别用，别用，我烧尽你哦，啊，都不。啊，天灰干，有人要来求证没有？查波浪跟天灰赶快就完蛋了。真的呀，我还用嘛，不用好小。哎，一米是足长的呢，查波浪要跟天灰赶快，不要简单。青花是会当作一丛的，丛丛拢一米，查甫人是一个尔的。好啦，听歌啦，较正经的啦。来，只想要爱你吼。只想要爱你。Bye.
一朝要甲你今生有爱过，一生要爱你魂无后悔，咱的缘分这呢短，虽然是真实的美丽，好亲像天开一暝，一生要爱你爱甲彻底，甲你做阵头门白，无奈你早就已经是别人的。一生要爱你，阮无后悔，咱的缘分这呢短，虽然是真实的美丽，好亲像天开一暝。一生要爱你，爱甲彻底，甲你做阵头门白，无奈你早就已经是别人的。不怪了，不怪，因为吼，较歹唱的歌就像这款 slow rock， 较有 punch 的歌，力道，力道，力道，对，所以不怪的功较有难度。那这种歌唱起来比较爽，对，很多很多让你觉得爽的歌都是可以飙一下，抒情的歌比较多了，比较多。然后接下来我们要谈谈方天翼的感情事件啊，好方便吗？可以聊啊，可以聊啦，对啊，可以聊。现在呢？现在一样啊，很好啊，还很好。对啊，好好就稳了哎，稳安定得了啦，安定就好。对了，爱稳定啊。对了，但是听说他是这样，谈恋爱是要靠感觉，还要验 DNA 呢。什么要验 DNA？ 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因阿公啦，因阿公要求的啦，要求啊。因为很多原住民的长辈啊，他不希望他的族血统啦，血统要纯正，要纯啊。那是听讲大学去嘛。论及婚嫁的男友，对啊，那时候就是，后来为什么？因为那时候还年轻啊，想要去追求自己的梦想啊，想要唱歌。因为那时候妈妈希望说继续升学啊，对啊。然后我想说，其实读书什么时候都可以读，就可以去读嘛，对。但是我觉得，想要做的事情，我觉得趁年轻的时候赶快去把它完成，这样子。但是其实你说恋爱对象如果一定要阿美族的人，血统要纯正这件事情，我就觉得你要放弃的啊？为什么？不要干单啊！大家阿美族的人很多啊，因为部落里面哈都是老人跟小孩比较多了，年轻人都在外面工作，但在外面工作的年轻人，当然你也可能有，比如参加一些同乡会之类的，可能会遇到一些同族的，那不然的话你在路上走。看起来像原住民，你问他是不是原住民？我不是啊，他是越南人。对，而且原住民那么多族，对不对？搞不好那个这一族跟那一族还是世仇嘞，对不对？其实以前有一个在高中的时候啊，也是在花莲嘛，有一个男生，他就是他的家里就是这样子，他就是讲说，我妈妈一直很希望我可以娶就是阿美族的人这样子。其实那时候他就是在跟我暗示说，可不可以就是这样子？对。但是其实我家里的人是像我妹妹他们，其实老公啊，他们也就都是。就是阿美族啊，也不一定是阿美族啦，但是就是说，他希望说，姐姐你应该要教就是原住民啊，对我们原住民比较好啊，这样子也不错啦，我觉得都好啦，感情是看缘分啦，对，但是要合得来，各族之间有一些交流也是不错啊，因为对坦白讲，族人如果没有很多，依照遗传学的概念来讲。就是说如果你同族同血缘的人在通婚的话，对下一代再下一代再下一代会比较没有那么好，会有一点近亲的基因啊，就是这样。为什么说不要近亲交配？对啦，假如生出来有一些基因突变的这种是比较不好，但是是不是会这样？以前也没有疫情点嘛，讲啊，我阿哥呀，对啊，表兄表妹，表，对不？所以不会像当中国人才有一句话讲一表三千里。对啊，迄拢会当，较早拢会当结啦，对不？像什么较早一个人，什么婉君表妹，阿姑会结嘛？当结为阿爸生出来变姑阿囝。
这股一开啦，而且反应了，但是因为从小是长得亭亭玉立，所以常常遇到一些变态啦，哦，这个很困扰啊，很困扰哈，对，就是这个工作啦，其实有时候也不太能够就是直接就拒绝，还是说直接得罪，对啊，所以有时候会觉得有很多不舒服的地方啊，还有被十几岁的小弟弟追过。对啊，就很可爱了。他说：“哎，老师，你有没有男朋友？”这样子，很可爱这样。那你问他，那你的小鸟长大了吗？毛都没长齐，对老师跑是是不是？但是重点是这样啊，说他还曾经掉进去过那种醉翁之意不在酒的那种拍摄陷阱。现在很多人会接那外拍，有没有？哦，是歌手是拍 MV， 但是有些是导演是真的。就有那种明星梦的那种，有没有？你把读者这样。以前就是还没有就是出唱片的时候，有去拍过戏嘛。通常导演不是都会先蕊一下吗？试戏。就正式来的时候，那个床戏，哦，那个蛮有名的男演员，他是直接。不太一样的就来了呢。其实我吓到了，吓到他可能是入戏，但是太你会觉得好像不是床戏，我不怕。对对，你怕了？哪啦？吻戏，吻戏我唔怕，床戏我怕。床戏最上是香烟餐，蹦恰恰。好哥，真的啦，真的。啊，有烫伤我了。无啦。啊，就是因要困难的呀，哦，背扛起来的，对啊。叫了，再诶，叫了阿伯抱十三斤出来。哦，十三斤是吧？哎呀，哎呀。好啦，我听讲哦，子贤呐，陈子贤，上次的公司的师弟，师弟啊，对，跟你有很多对手戏是不是？有合作出，听讲有合出秀干不是？没有啦，就是在拍片现场的时候，因为其实导演都会有脚本啊，要拍什么嘛。然后我们第一次合作就是那个《三寸火》，对那一首歌。然后导演讲说啊，台语歌曲。对唱歌不是坐着就是站着，好像很没有什么画面啊。导演就想说要多一点画面，他突然就想说啊，不然我们坐在本来有床戏，因为时间的关系卡掉了。然后他想说啊，不然他应该很快啊，应该是床戏。然后本来还有那个淋浴的画面，淋浴对都没有。然后他想说哎，怎么都没有了？我本来很期待，他就开玩笑的讲，他说很期待，说啊，本来就说还有来个床戏什么之类的这样子。然后那个我们的摄影师想说，你有想过千玉的感受吗？对，其实就是，然后我想说，你是不是之前你是有给那个导演有塞钱，有贿赂，不然怎么会这样？跟柯董讲一下，下次要发的时候，发你。写一首情歌，我们对唱。哎呀，然后你要有床戏，拜托，我牺牲一下。你这大哭，阿姨这散，阿你两个，你拍床戏，根本是鬼压床呢。我为着伊减肥嘛，好，对吧？为着伊散咯，我六块肌练起来，好不好？对吧？因为我等下要跟伊对。你等下若减肥了，我该给你买一件迄种六块肌的衫，好你穿。我瘦完了。那叫太大块。我瘦完，哎，我若瘦完拢瘦起来，我会变低照片。哦，全部拢集中脱高，全部集中脱高，我变低照片。这之前你有来宣传，对，哎，听你有介这首歌是前阵嘛上一张吗？对，他专辑里面的，他的专辑合唱的歌曲《最中情》啊，对，要歌查甫就要搞不拢是观音娘嘛，从头到尾没几句啦，那嘎嘎跟人家七八句尔，啊，达句拢观音啦，音域音就很美。对男生来讲，这首歌的音域大概只有五度吧。上低跟上高差差好多，啊，不过拢足高嘞，对不对？对对对，是，所以子贤哥一直在期待床戏啊，期待唱的部分。好了，那我们来听这一首《最中情》。
醉，是万般不得已。相思是夜夜露水滴，这才是心碎对了爱情的感情。别再问讲几遍，无聊心的人是你，我怕缘分到这为止，是你的人茫茫飘移。节目的内容也非常的精彩啊，也非常感谢哦，啊，方千玉来啊上咱的啊台湾新歌盘，宣传伊的新歌，就是咱的朋友，佮教咱叫做跳舞、跳舞、喝酒舞，加趣味哦，撒克，撒克，就是咱老在啉烧酒的哦，这条歌等于咱小学学一下，学一下哦，哇，这样画滚的模型啊，增加，等咱像咱刚才画画温江滚，温江，温江，温江，看就上啊，看就上啊，就去上啊。饮酒的趣味就在这嘛，哈！就是咱的朋友，咱莫酒等小久，知唔知哈？啊，咱莫朋友等小久嘛，对哈？好，今天非常欢喜啊！这来方建议来咱宣传伊的新专辑，啊，感谢恁的收看。下周同一时间，请继续收看《台湾新客播》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后山姑娘方千玉，我又过来呀。我的新专辑就是咱的朋友，咱所有电视机头前的朋友就是我的朋友，嘛是大力电视台的好朋友。所以呢，听到我的新歌，有感觉足轻松的无？有感觉足好唱的。所以大家一定要帮我多多传唱，千玉上新的这个专辑已经上场喽。就是咱的朋友，咱欢喜的时阵就来唱歌，啊，咱欢喜的时阵就要来招朋友，大家做伙来啉烧酒。烧酒哦是一个放好轻松，唱歌嘛是放好轻松的代志。这个新歌内底有十首的歌曲，希望大家当多多帮我传唱啊，谢谢。有时欢喜，有时心烦忧，谈天也心情轻松，互相来加油。青春不通随便搁停留，找一盘卤味配美酒，将过去不如意来放手。啊，撒客哟，撒客是咱的朋友，心情若袂爽，就大声歌来唱。手厝边上的无奈加油手，手厝人看袂着的成就。啊，撒客哟，撒客是咱的朋友。就出咱心内面的舞蹈，你我来熟悉已经也有几个手，嘛不知何时开始变成好朋友。生活像一出舞台戏，有时欢喜，有时心烦忧。谈天也心情轻松，互相来加油。美丽的
时阵唔通随便搁停留，找一半路味配美酒，将过去不如意来放手。啊，萨克哟，萨克是咱的朋友，心情若袂爽，就大声歌来唱，手出平常的无奈加忧愁。手出有人看袂着的成就，啊，撒客哟，撒客是咱的朋友，心情若有处就大声歌来唱，手出欢喜的自信甲优秀，手出咱心内面的舞蹈，啊，撒客哟，撒客是咱的朋友，心情若袂爽就大声歌来唱。手出平常的无奈甲忧愁，手出有人看袂着的成就。啊，撒客哟，撒客是咱的朋友，心情若有处就大声歌来唱，手出欢喜的自信甲优秀，手出咱心内面的舞蹈。是啊，我说他若是伊，是啊，我说。楽しい小酒就是咱的